赵薇如小姐，也怕有几个问题要问你。走走走！哎，先生，哎，你们工厂现在还招人吗？大概不招了吧。 刚琢磨呢，您就来了，是吧？情况怎么样？有惊无险，是吧？哎，你看，哎呀，太好了，终于拿到了。虽然这几个点我已经排查过了，但是我还是想再去确认一下。不行啊，这么做的话太危险了。我知道，您又怕我冲动行事了，这次事关重大，我一定听您的。好呀，咱们俩商量商量。 嗯，走。从这张图表啊，可以判断出各个工厂的兵力人数、通讯记录，还有掌握的名称。只能说明一点，这个地方是广度极高的地方。真是没有想到，日军竟然在张村驻扎了这么多的军队。要是早拿到这张真图， 现在我们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找到化武之剑，这样图表上面密密麻麻的，连个代号都没有。战存基地又那么大，我们怎么才能知道药剂存放在哪，炸哪里才有？稍微以上关键的地方，我都已经排查过了，而且在唯一剩下的，就是这里，防守最为严密。我觉得这里很有可能是最重要的化学武器制造中心。 咱们大家呢，好好分析一下，确保万无一失。哎，张白，你跟我说一下之前那个想法。金娜在临死之前告诉了我化学武器的藏匿地点。
而现在川岛最想得到的就是这批化学武器原料，我觉得。 来，你呢？不说，不说。聪明。好，谢谢你的合作。不过，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。 张北的住处在哪儿？我真的不知道。我知道你曾经两次给张北传递信息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喂，天上司令官。 不用这么看着我，魏如小姐，我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救国而已。你只要说出来张北的下落，我们就还是同事。你只有一个选择。 就是朋友，不说死。我跟他没有固定的联络方式，都是随时在街上碰头的。 走，走！川岛阁下，是我把赵维洲给贡献出来的，所以您才了解了我们组织所有的秘密。你别无选择。 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们是有协议的。暂时我还不想把远洋贸易公司的人一网打尽。感谢川岛阁下的恩典，奉天站迟早会落到我的手里。到了那个时候，我下属的所有部门都会效忠川岛阁下。那就请你。 继续努力地为大日本帝国效力吧。明白，去吧。 刘蔚兰的消息了吗？据负责监视的同志反映，蔚兰同志自从进入了远洋贸易公司之后，就再也没有出来。
我怀疑是因为贾布防图的事情而遭到了国民党内部的调查，现在卫南同志可能被软禁了。要不这样，詹佩，第一步计划我另外带人去执行，你去远洋那边盯着。不用，有你们的人看着，我放心的。如果卫兰在，他一定会让我先去执行任务的。